金牌发行师小胖申请出战，彪哥舒服的飞起。战地记者第三视角花絮，寸头第一刀，胖哥上手精修，看这头发我都心抽抽。还有下一集，敬请期待。吃完饭了，回家直播。在路边捡了个气球，到家啦到家啦，又是筋疲力尽的一天。镜头得跟谁画个地方。